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信美智香，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敢开敢送最公正，最好玩的娱乐城。租车啊，租车啊。哎，今天是你呢哦。对啊，泰山去爽了。因为泰山去爽了，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今天来带大家估这一台好不好？女用车，布里斯。上面会写职业吗？浅，这是医院宿舍的地址。哦，是啊。直接就跟你讲了，好不好？2015年的 T 打四门版本的，然后这个是经由老客户介绍带来的，好，所以要估一下，想要跟我们换车，今天就带大家来估一下这台车，好不好？精彩可期，好吧？来看一下哈，首先呢，哎，大力金刚胶有没有？哇，哎，那呢？如果你以为这样就结束的话，那还太早了。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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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哒啦！哎呦，这是弄丢下，有没有？哎、欸，有补漆呢，你不要看，人家有补漆。哎、欸，这门还能开吗？哎、欸，可以耶。哎、欸，亲密性还不错呢。可是你看哦，车身这个切线有没有？这已经上移了，歪掉了。而且你看哦，它这台车有考过漆，你有没有看这里有条线？哎呦。所以它是贴上面喷下面，由这个当分界喷下面，所以你认真看这边跟这边颜色不一样，这边跟这边一样嘛，因为它贴喷下面嘛，下半部，哦，这个叫做下半身，洗下半身，专业术语 ，C 下半度度，七度八度，七度八度，哎，我知道，刚刚你们已经在眼睛在瞄这边了，对不对？哎。大力金刚胶，这大概用掉三捆。看到，哎，那嘞，哎，自制灯壳，哎，这什么？哦，哎，他其实很用心。哎，自制灯壳，哎 ，DIY 最高境界，灯壳自己做。你有没有看到 YouTube 有人在改灯壳的？嗯，就类似这个，改成这个银白式样，金钻样式，金钻银白式样嘞。哎，这验车有能过我再输你。而且他胶带还去找银色的。现在你看，他原本灯是这样啦，然后他改装改成这样啊，改成方灯啦。好啊，怕漏水，这边都胶带贴起来。哇，真的是很用心哎。这样你就不能看见有没有转螺丝了。有需要看吗？有需要吗？你觉得有需要吗？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内装好了啦。我等一下再问他一下这是什么情形，再跟我换车要怎么换？哦，黑内装的嘞，哦，这个年份新的才有黑内装啊，2015年的。好看跑几公里？2015跑128000，2015几年车？七年，七年车跑的，哎，有点偏多哈，717，哦，超过15000了呢。这个这一代的 T 打哦，堪称跟当时的 Vios 相同哦，是这个代步神车。哎，引擎盖拉不开怎样？哦，很紧哎。啊，阿呆，你知道为什么要紧？为什么要紧？因为赚钱要紧啊！这可以赚钱吗？啊，赚钱要紧啊！探钱要紧，还是探钱爱俺？哎、欸，一打开这边有贴纸，然后引擎盖的贴纸嘞，引擎盖没贴纸啊！哎、欸，盖引擎盖换过了啦，换过了。对啊，胶是软，超软，软到不行，软啪啪，软到跟泰山起丘一样软。然后这边也没贴纸，这边之前都撞过了，表皮而已，里面没有。这个有撞到，这边也有撞到，跟这次没有关系。一看就已经两个地方撞过了。门 OK， 哎、欸，你看从这边看的螺丝转到不行，你看叶子板螺丝有没有？哦啊，虽然门的胶是硬的，可是你看这个门的螺丝也都转过了，有够丑，有没有看到？回把泥料，有没有看到？哦，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后门，在哭吗？这要收吗？哎、欸，我们拍这个片，把这个车收回来啊！我们观众朋友看到这车长这个样子，有人想买吗？会有人想买吗？好，这个门没事啊，后车厢盖不能看，是要把它开箱？没有，我想要找一个洞去扣一下它的胶。好了，胶是硬的啦。标签在，标签在，哦，啊这边标签也在 ，OK， 硬的，标签在 ，safe， 查一下里程好不好？看到这外观这样有没有？查一下里程，找看看这个，我们想看看用什么理由打发他，不是？好，有准的，哦，上次验车是120000，下面没有红字嘛？嗯，哦，符合我们表上面的里程，哦，这是 OK 的。哎、欸，好快，我看完了，内装要看吗？内装不用看，内装还不错啦。内装女孩子嘛，对啊，你看内装，你去拍一下皮，真的都还不错。脏了点啊，哦，方向盘有一点亮，它开车可能很紧张哦。
哦，其实内装椅子都还不错，门板也还不错，就是比较光亮。你看这边有一点花纹不见了，嗯，哦，可能开车比较紧张一点啊，容易紧张体质，容易出水，不是出汗，手容易出汗的体质。而且我跟你讲，豹纹的，不是安全带护套，内装还 OK 啦。那女孩子用车，哎，今天这么快，会不会一下就结束了？我先去问一下整个状况，看这个，你觉得这要收吗？不要吧，收。我们天天都要面对新的挑战，对不对？不是，不要老是害怕挑战嘛，对不对？我先去了解一下，这老客户带来的，大家好讲，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帮帮他。好，我先去了解一下状况。信美智香，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敢开敢送最公正、最好玩的娱乐城。哎，小师你在干嘛？客人啊。客人怎么了？车子有问题就会传讯息给我们啊。隔壁的人客啦，哎。我们刚刚富士，你知道吗？富士是啥？富士山啊，不是啦，七减十一 ，seven eleven 就是富士，不是电赛一类哦。我跟你讲，我们这种二十四小时的贴心服务就跟什么一样，你知道吗 ？Serve Shark 哦，没错，就是你想的这样。我们又要进入不可略过的广告了。Serve Shark 是一个私人的虚拟网络服务，是非常适合台湾人使用的 VPN。VPN 是一种可以保护自己在网络上的虚拟私人网络，你的密码、你的位置都不会被骇客偷走，让你更安全的使用网络哦。还可以跨区收看有所需要的影片，例如说什么网飞啊、HBO 等等串流影片。别的区域有台湾区看不到的电影或电视剧，而且还可以收看什么运动赛事、MotoGP、WRC、力曼赛车之类的比赛，或者是玩一些台湾玩不到有锁 IP 的游戏，网速也会更快更顺。而且 Surfshark VPN 可以加密你的网络操作，任何人都无法追踪或者是窃取你的资料，更改使用者 IP 的位置、隐藏位置，避免被追踪，还可以阻挡广告还有恶意软体的攻击，在世界各地及时安全私密的查询资料，快速安全访问受主或者是受审查的内容等等。如果个人的数据外泄 ，Surfshark VPN 还有加购 Art。也会及时通知你。另外 ，Surfshark VPN 提供全天候的线上客服服务，包含线上文字交谈、email， 跟我们小师汽车一样，有问题一通电话一个讯息，一定马上有人帮你解决问题，让你用起来 Kimchi E Psycho， 好不好？当然 ，Surfshark VPN 一个账号可以无限的装置使用，不管是用手机、用电脑的时候呢，都可以使用，使用起来也更顺手，省去了很多切来切去的麻烦事，还可以跟亲友一起使用，一次性的保护所有的设备，数量不受限制。现在点击下方的链接订购 Surfshark VPN， 或者是手动输入我们折扣码 SSCAR 就可以获得打折历程 83% 的优惠，以外订阅两年的方案还加送你免费3个月，换算起来一个月只要60几块新台币，是不是很便宜呢？大家赶快去办来用吧，详细资讯看下面的资讯栏，点击下方的连结，限时优惠，错过就没有咯。 Surfshark VPN 24小时的服务最贴心。哎，讲完了，讲完了，来吧。哇，哎哎，这次比较多呢，都处理完了，处理完了，处理完了。好啊，好啊，短点啊哈，我去找柯P了，好不好？哦，找他干嘛？吃宵夜啊，好不好？好不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干爹下次见啦，拜拜。哎，快去办身份证 VPN， 哎，今天喝用没坏，速度紧够安全，好不好？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哎哎，哦，刚跟我说了故事，哎，你知道这怎么造成的吗？啊，护理师嘛，某一次上。夜班下班要开回家找妈妈，开，他说他也忘记当时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有可能是这个精神不好、度孤之类的。然后忽然他醒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在旋转，高速公路哦，已经在旋转。他说旋转了以后，砰，先撞到第一下，之后再继续旋转，砰，再撞到第二下，屌了吧？他还记得撞两下，蛮厉害的，很屌哦。而且重点是结束之后车还能开，就开回家，就一直到现在。哎，干这没有安全气囊呢？我记得没有吧？有安全气囊，哎，没爆，哎，爆撞错地方了。他说他这也是买中古的啦，好，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也是不知道引擎盖跟这边之前已经换过了啦。他说他刚买没多久而已啦，然后因为他经过这一次的摩纳，对这个车有点怕。可是我说这个车好歹你说怕，他也救了你一命，哎，还是他如果不开这个车就不会旋转。啊，是哪一种？有可能哦。哦，那我这很难讲啊。你要说他救他一命，还是如果没有他，他也不会这样旋转。然后他说轮胎啦，哦，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来，我看一下轮胎，2015年的轮胎啦。他说在轮胎，他买中古车的时候才刚换的。我说刚换的，那怎么会打滑？我说那天下雨天吗？他说不是，好天气，天气非常的好啊。今天天气好晴朗，别吵到长那么长了。我跟你讲，他说这一条800块了，800块轮胎一条800。他说那时候他买的这个车行帮他换中古胎，我说800块胎你敢用？他说啊，他说胎纹很深，乳沟深深误人一生，胎纹不深怎样后悔终身，要死吗？不行啦。
这一五年的胎一条八百块，我说干这胎怎么可以换呐、啊？我之前才不知道哪一部片，我才讲说我们都拜托客人换新的，我们还补贴他钱，看小师长知识好不好？哎，这个是生命安全，这个是救命的东西耶！一台一条八百，你敢用？这真的不汤啊，真的不汤。哦，我真的觉得呼吁一下好不好？这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同业，真的你要帮人家装中乳胎，你真的至少年份挑轻一点，因为你就算胎纹很深，它有可能已经硬化了，胎块已经硬化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又第二个疑问，我们刚刚讲的疑问又来。今天如果他不是开这台车，不是这个轮胎，他可能不会打滑。好，所以这个真的就要给你了。那他是这样讲啦，他说他希望跟我们换车啦，不要贴太多钱换差不多的车啦。我后来我觉得想想这样也不对，因为他这个车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车现在试驾，不要说他妈撞过乱七八糟，正常里程、正常车况，好，大约我们在收是16万。他如果这样子的话，这边都擦伤，这边整个整理起来，我觉得这些撞到的至少，我觉得要5-6万才能整理得起来。所以我们等一下跟他估10万。问题是他10万可以换什么车？对啊，还有什么车？对啊，他10万换得到比2015年更新的车吗？也换不到啊，对不对？好了，我先去跟他讲10万，看他会不会打消换车这个念头啊。要不然这个车回来我们也是头痛啊。我去跟他讲一下这个车子的残值。这朋友介绍比较好讲。好了，我好累啊，故事好多哦，怎么办啊？还有故事啊？有啊，还没结束。他说小师哥是这样啊，虽然是介绍来的，可是这台车哦，我有问我朋友啦，我朋友帮我问他认识的车啊，他说这台车还有26万。26万是什么东西啊？哎干，嘿，おかしいね。你知道日本讲话这样吗？日本讲话おいしい，おいしい，对不对？吃的是おいしい，对不对？非常好吃哎，とてもおいしい，有没有？可是他那个有语气，如果非常好吃啊，とてもおいしい，中间要空格很久，你知道？你有观察到这个吗？我没有啊，也隔太久了吧？すごくおいしい，す。各苦欧系，越好吃要停顿越久，这个是日语的奥秘，你不知道吗？好，他说他朋友估26万，他有给我看 LINE 的简讯，他把行照传给他，说请问这个车现在目前市场上行情多少钱？因为我刚刚想说这个车现在市场上行情大概16万，好，他说小师哥，可是这个我有传行照给我哦，所谓朋友的二手车行讯息给我看，他估26万，确实我有看到。对方真的跟他讲26万，但是他没看到照片。不是照片的问题，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好，我是老江湖了，老司机了，好不好？看小师长知识这个部分，怎么我们如何去破解？我后来思考了一下，我也常犯这个错误。好，因为行照上面第一个你会看到2015年的日产 TIIDA 1.6 15.98 立方公分，没错吧？正常二手车行看到这三个资讯，想到是什么？你知道吗 ？Big Tita， 2013年开始就有 Big Tita，Big Tita 就是1600cc 的，因为行照上面并没有写四门或五门，懂吗？所以说，因为四门的 Tita 在2013以后，年份新的四门 Tita 其实数量很少，因为卖得不好。当初这个四门 Tita 卖到最后40几万就买得到，好，尤其15年这一批已经15、16这一批已经超级末批了。那因为旧型的 Tita 五门是 1.8， 所以你今天如果这一台车的行照上面是2011年的，好，我们一看哦 1.6， 我们就第一个直觉就是四门的，看到 1.8， 第一个直觉就是什么五门的。可是问题来了，你超过2013年之后 Tita 变1600的，所以很多车行一看到行照2015年 Tita 1600，第一个联想到 Big Tita， 那个差18000里。Big Tita 如果中规的买起来要才70万左右，跟40几万新车价的差别。好，所以当然他会给他估26啊。然后再来一个，我一个联想，现在2015年的 Big Tita 真的就差不多，好，也差不多在26，我觉得还爆便宜。2015年 Big Tita 如果70几万等级，至少要30万，所以他26其实也爆不高。好，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哎，认识的就不一样，他一个。马上他就可以接受哦，对，那他有可能是报错啊，因为四门跟五门价钱真的天差地远，而且五门本来就接受度比较高，四门人家觉得推推的就代步用而已嘛，所以他市场的价格其实很不好。我最后我决定是这样，我说这个车哦，剩下10万块左右，那你10万块就算你贴一些贴个上，他说啊。
紧绷，他就贴个三五万这样。我说你贴个三五万，你也十五万也买不到什么车啊？对啊，那十五万可以买到什么车啊？连你那台改过 Focus 都买不到，没改的才买得到。但是问题是那 Focus 才2005年，这2015年差十岁呢，差十年呢。啊，哎、欸，看小市长知识啊，对不对？花一样的钱出去找妹妹啊，当然是找年轻的。我跟你讲，大家看你要卖多少，看那么多集，从来没有看过不失败，对不对？哦，要失败了吗？我今天这一集我就决定让他失败，好不好？让大家知道我们做生意的原则。我去劝退他，他要加贴这个五万换一台十来万的车子，二手车，不如花在这上面把它整理好，三五万想办法把它整理好。哦，对不对？嗯，继续开就好了啊。重点是轮胎一定要换啊，对吧？不然再飘一次。对啊，好不好？我今天这个大发慈悲啊，我们浪费一集的流量跟大家示范小市汽车我们职人的精神，并不是所有的钱我们都是要赚的。那我来去跟大家商讨一下，等一下再跟你报告结果。好想吃啊、喔、都很想把它全部撕开哎、欸欸、你有没有看网络上的那个 Vios 被撞屁股然后变成 Type R 有没有？哦有啊，你要不要找那张照片放给网友看一下，变 Type R。 好啦，讲好了啦，好不好？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当然也有分享到这个车的残值啊，对不对？ Big T 的残值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嘛。好，最后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你，我觉得你这个钱再换一台车又是新的挑战。那我说我刚刚看了一下这台车，虽然之前也有前面有点小碰撞，那整个状况看起来我觉得还 OK， 你干脆把那个要贴钱换车的钱拿来把它整理一下，那这个继续开就好了，重点轮胎一定要换掉。好啦，问题来了。好，小师哥，我车可不可以留到这边给你整理？哈哈，我没事保一个新桃，阿外婚期哇！要不然还要拍片吗？拍这台车整理的片，不要啊！哦，好险好险！有人要看吗？我不知道啊。啊，这就外观反一反弄一弄而已，轮胎换一换而已，有什么好看的？哇，他们是想看车主吧？我先在这边重申一下，我们还是因为人力不足，所以不外接整理。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是老客户带来的，哦，老客户人也跟着来哦，因为他本来想说来了车卖了，他要带回家，哎，带妹妹来，妈的，哎，处理要带人家回家，你确定要去带回家看猫吧？哎呀，看猫翻跟斗是不是？我们是因为真的老客户的关系，所以我说好啊，是服务性质，因为这个整理，我说实在，他预算就三五万了。这台车三五万整理起来，你觉得我赚得到钱吗？三五万可能还不够吧？啊，我赚得到钱吗？轮胎四颗就多少钱呢？我们不是换一颗800那种哦，啊，我们要换当季的哦，对不对？还有牌子的，还有品牌的哦，也没什么钱赚，真的是服务啦，真的是服务啦。好，我有跟他强调，然后还是在这个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还是不外接的，因为他说开去给人家估整理都超贵，好，所以这个今天借由这个机会，如果有机会整理好再跟大家分享啊，如果来不及就算了，好，整理好我就发动态啊。好不好？那今天的这个跟大家分享哈，2015年的四门的 T 打，哦，四面的行情160,000。那今天这台交代车，大力交代车。好，今天估车失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那个 Big T 打，现在市面上15年的，如果是70几万的有恒温的版本的话，应该还在30万。就此时此刻，因为现在缺车。今天影片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下次见，订阅会员频道，加入，拜拜。阿呆，你上次挑战是什么时候？没有挑战啊，你都没有，生活都没有在挑战的。没有啊，我每天的生活都面对不同的挑战呢。类似什么？我刚才挑战啊，跟我老婆顶嘴啊。哈哈我今天最大的挑战就是跟我老婆顶嘴，要不然呢？性美智香，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的 Dual Lens， 敢开敢送最公正。最好玩的娱乐城。